原标题不是大将却胜似大将，死后总理为其抬棺，如为元帅为他执斧引棺，提起过军中未能授权的高级干部，我们都会很自然地想起周恩来、邓小平、李先念、杨尚昆、谭震林、邓子恢、滕代远等人。但是有一个人却鲜为人知，这个人名叫杨立三。杨立三未能授衔，是因为就在授权前一年不幸病逝，没有等到授衔的那一天，否则以他的资历和功勋，至少是大将。新中国成立时的解放军中有三大总部：总参谋部、总政治部、总后勤部。其中第一任总参谋长是徐向前，后面相继有聂荣臻、粟裕、黄克诚、罗瑞卿，不是元帅就是大将。第一任总政治部主任由刘少奇兼任，后来换成罗荣桓、谭政。第一后勤部部长则是杨立三，两年后的继任者是黄克诚。从这份名单很明显看出，杨立三的级别至少是大将。杨立三很早就参加了革命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就是杨立三设计的。在红军中，杨立三一直担任后勤部门职务，曾任红三十一团辎重队队长、红十二军军需处长、红一方面军经理处长、中国工农红军总兵站部长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部长等职务。长征到达陕北后，继续领导后勤部门工作。抗战时期，杨立三在中共中央军委第十八集团军、129师都担任后勤部门领导职务。彭德怀曾当众夸奖杨立三说，三万多人，隐蔽25天，粮食消耗量极大，全靠杨立三负责筹措，其功劳之大可想而知。第二次反围剿，认识到杨立三同志对于我们红军的重要性，毛泽东也曾对杨立三开玩笑地说，立三同志，我们以后吃饭就靠你了。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，杨立三都是军委总后勤部部长的最佳人选，极大地保障那百万将士们在前线的衣食。因为积劳成疾，杨立三在1954年秋天被送到苏联治病，并于当年11月28日在苏联病逝，年仅54岁。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后，周恩来强忍泪水，亲自安排将杨立三的遗体运回，并于12月7日为他举行了追悼会。周恩来担任主祭人，为杨立三执斧引棺的左边是彭德怀、贺龙、陈毅、聂荣臻、叶剑英等人，右边是周恩来、彭真、陈叔通、吴玉章、徐鹤立等人。能得到这么多开国元勋执斧引棺的礼遇，杨立三也该无憾了。而且最后抬棺材的时候，周恩来也亲自抬棺，杨立三的家人一看连忙过来劝阻，怎么能让总理抬棺呢？但周恩来说了一段话，记得当年在红军长征过草地时，我因为生病无法行走，眼看就要命丧草地，是杨立三把我从草地上抬出来的，让我从死里逃生。杨立三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，我要亲自送杨立三一程，他在九泉之下也会不高兴，也会说我无情无义。杨立三医生进退后勤，不显山水，为新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